不会强迫小孩夏天不要出去，那也不会强迫爸爸一定要淋雨。对，但是有时候他，那他不会强调他的行为应该是怎么样啊？对，不会叫他，我们要睡觉了。对啊，我要睡，那你不睡，你自己玩，你不要吵我就对了。对。真是吵他也无可奈何了。我觉得这个方面很有意思。没那么多规矩。所以观察起来确实是这样，他们不会想很多。人越想越多，越想越多。那是想的不是，不是吧？什么正向的方向？
我得功就修行就得功。Oh yeah, we're giving it a little bit. Time.